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海。当你点开这个视频，说明你也是一位火影忍者的粉丝，当然也可能只是爱好者。这部动漫有着众多忍者，还有数目繁多、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炫酷忍术，其中有许多我喜欢的人物，小时候做梦都想拥有。因此，火影忍者 Q 版手办盲盒，总共是6盒12个，老板保证说不会有重复的。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能开出哪些帅气的人物。第一盒先来一个招财猫，会不会开出我喜欢的人物呢？第一个得到的是手拿大砍刀的桃地再不斩。桃地再不斩，雾隐村判忍，忍刀七人众之一，最强绝招雾隐无声杀人术。另外这个有点眼熟，我想一下，哦，原来是白白，性别男，桃地再不斩的随从。最强绝招冰盾秘术魔镜冰晶。第二盒来个盲宝箱吧，我感觉要出木叶的忍者了。先是一个佐助，木叶村天才忍者，6道仙人的长子，因陀罗查克拉转世者。第四个是黄头发的奇拉比，世代雷影的异地，八尾忍珠力，最强绝招连续尾兽玉。第三个惊喜神盒应该要出鸣人了吧，呀，原来是宇智波两兄弟，我最喜欢的鼬，宇智波鼬，木叶村判忍，实际卧底小组织，最强招式幻术伊邪那美。另外又一个佐助，不是说好不重复吗？这什么情况？哦，原来一个是在木叶村，一个是当判忍的时候，我怎么感觉被老板给套路了？宇智波佐助曾黑化判出木叶村，后被鸣人感化回归，最强招式因陀罗之石。第四个惊喜神盒还没出鸣人，有点奇怪。说鸣人就到了，漩涡鸣人，第7代火影，9尾忍珠力，最强招式6代超大玉螺旋手里剑。另外还有一个强悍又逗逼的阿飞，前期由宇智波带徒伪装，真实身份涡卷白绝的个体之一，最强绝招咒印无效。还有2盒4个，是不是应该出一个雏田给鸣人配个对啊？雏田没开到，结果开出了一个小樱，春野樱，佐助的妻子，鸣人前期一直喜欢的对象，最强绝招怪力，开出了我非常喜欢的卡卡西，奇木卡卡西，6代火影，佐助和鸣人的老师，最强绝招强行五五开。最后两个会是谁呢？我希望有雏田，开出了一个五爱罗，不错，这个我也很喜欢。五爱罗，第5代封印，1尾忍珠力，最强绝招大藏封印。最后一个又是鸣人吗？哦，不对，这是博人，为什么他头上的这个标是反的？漩涡博人号称神童，拥有超强潜力，最强绝招嘴遁。再来个大合照。就我感觉这个 Q 版手办质量还不错，49块钱买到了这么多，还挺划算的。另外关于开始说的最强招式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如果你有不同意见，评论区等你哦。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。